美部乜嘢嘢錄㗎？唔係啊，而家啲。哎，好奇。没啊。这里走一下都要钱，都收。那些都是乡人很势利的哈。正常的不会这样子的，你看那边正常的都是自己种地干嘛？好像这条线路还是要吃白饭吗？哎，过来拜一拜吧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八九。要吃白饭吗？现在没有吃饭时间。那你这个放在那里面啊，你这个放在后面吗？哎，你这个不放在后面啊啊。这里面都是超人，你有一个人啊。
又很重。